说一开始我们没有分开，前面的线都在放在中间，到中间的时候我们要人员把它分开了，分两边。如果你没有分开的时候，他每一件都要去注意，就是四号还要拉过来，那八号不用拉。有时候联系来，有时候货件比较重，他很辛苦，他有时候拉不到，还要去追。对，这货件也危险，人员也危险。刚到这个站所来的时候，我们发现第一个，输送带使用的效率不是很好；第二个，货件偶尔会发生掉落到输送带下面的状况，可能会导致货件破损；第三个，现场的工作人员的劳动条件相对的会产生一些劳安的事件发生。我就在那边想，看有什么方法让它切实的分开来。我就坐在输送带前面。刚好李经理他来上班，那我你坐在那边干嘛？经理，我们是可以发一条中线，那要求他们就切实的分开了。那后来我们跟现场的一位职员陈先生有大概聊到，他有一个不错的想法，就是说，如果我们跟在行驶车辆中间有个分隔线，把货件做分流，那是不是我们产生的效益会比较好？劳动条件也可以改善，对货物的产生也可以降低。那时候也不知道怎么画，就以前说用那个水泥漆啊，然后用胶带，那个画没有再把胶带撕掉，比较整齐一点。应该是，但是这个时间过一两个月就磨不掉了。但是习惯了就好，因为这条线真的是在下货人员心中也有阴影，有没有这一条线，它可以分开来。那事后我们确实这样子做分隔线之后，对于整个输送带产生的效益，跟整个成本的降低，跟整个劳动条件的改善，包括理货员的公安事件也有降低的趋势。那事后我们有去了解，改变前跟改变后，他们也觉得这样子的改善对他们整个体力的付出，还有货件的破损的状况，也有获得很明显的改善。那我们觉得一些劳动条件的改善，不是只有针对劳方还是资方单独某一方来改善，应该是说对双方面都有好处的话，我们去做这个改善才有比较明显的效益出来。改变之后的话，就因为第一点能腾出更多的空间，然后司机方面的话，在下货的话他们会更方便，也更有效率。那拉线人员他也会更有效率的拉他想要拉的货件，而不会造成回流，这都是间接的可以减少一些人事的开销，减少成本，节省一些时间，而且那中线的比较好拉。送到中间的人员比较好拉，要避免回流。如果回流减少的话，那当然就可以提早做完，把它做完。这个一线之隔的经验，让我一个感觉，就是当你碰到困难的时候，要去想办法。等到你想到的时候，你要跟你的父母、老师讲出来，勇敢的讲出来。当这个问题解决了以后，你会很高兴，你会很有成就感。Yes, I can. Yes, I can.